有举手啊咁样，佢就护石，俾女飞跳海死，唔合救翻你。啲谷友啊，叫我话嗰边有人系跳海，咁啊就系游过去啦。为土木工程署做紧潜水工程，杨生即刻去救嗰个26岁嘅男仔。佢又冇喊，即有少少嘅昏迷。据讲佢酒店做做，啱啱俾女友飞咗，寻日朝喺电话 call 煲唔成，一时睇唔开，突然喺湾仔金紫荆广场跳海。即其实离岸唔系话好远，唔系好远噶，就呢个位。咁啊，叫啲工友咧抌个系水布先，咁啊就系笠住佢咁啦。冇耐，一个 EU 同巡警赶到嚟，即刻除低晒装备，跳落海救人。唔止啊，仲有两个消防跳埋落去，五个人夹手夹脚救翻情困男上岸，佢先冇浸死咋。